今日央视春晚进行了第五次联排，杨洋也现身联排现场。杨洋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，看上去非常的成熟，感觉有点老干部的味道，走路都相当笔直挺拔，英伦范十足，非常有型。即便只是背影也是帅的不要不要的，看起来杨洋确实也是新范十足，成长了很多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成长，也是更加的有男人味，非常的酷，但是比较踏实的一位明星，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，令人还是比较期待的。讲实话，参加春晚也是一件比较高兴的事情，这说明他还是比较受观众的欢迎的，有非常好的粉丝基础，再加上自己良好的条件，非常的有魅力，感觉他的表现也是值得人们期待的。网友纷纷评论，好期待，坐等，我杨好帅呀。一个地方同时，央视春晚进行了第五次联排，王俊凯、陈伟霆、李易峰、杨紫、秦海璐等艺人也纷纷到场，超豪华明星阵容也让我们越来越期待狗年春晚了。